界各地的原始点爱好者及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有一则重要讯息要跟大家分享，那就是原始点医学的英文版总算完成了。距离中文版出书至今已有半年，期间志工为了能够使新书尽早完成，面对原始点医学的专有名词，譬如原始点、原始痛点、体伤及热能不足，或是手法篇的按推以及理论篇的因缘果等，他们都必须不断讨论沟通才能拍板定案。且为了使新书条理通畅、如实表达，他们常需字斟句酌、反复推敲才得以完成。总之，为了加速将原始点医学推广到全球，这本医书的出现真的是意义重大。此外，不懂中文的朋友们亦可在基金会的同意下，借由英文版将原始点医学翻译成各国语言，使更多人受益。尤其世界各地正遭逢病毒肆虐，在现有医学未有完善解决方法的情形下，民众伤亡惨重，惶惶不安，苦不堪言。相信这本医书的出现一定能让更多人趋利避害，转危为安，不仅能保护好自己，还可以帮助他人。条脊椎加起初，全身疾病皆该复，不增不减脚安推，内外热源相辅助，擅自调息勤做运动，热能不足体伤风，